活动看板上主视觉落在101大楼，台湾巡礼文化节在曼哈顿联合广场举办，台湾侨胞做主人，推广台湾特色。台湾之美，美在景色，也美在人心友爱。1966年成立于台湾的慈济，在国际间带动善循环。挂报上的照片，每一张都说着故事。爱护地球，要推广素食。年轻人穿上蔬果装，穿梭人群之间，号召1月11日蔬醒。慈济竹筒引起好奇心，累积小钱行大善的理念，也成了现场响应度极高的人文行动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林丽如、周方苑，美国报道。